一颗颗晶莹剔透，宛如红宝石般的胶囊，是品牌金家贝鉴采用真材实料的南极冰洋现捞磷虾，制作珍贵南极磷虾油，保留纯净且含有丰富的 EPA DHA， 最特殊的为含有磷脂质，并且具有独特的虾红素，因此成为时下热门的讨论话题。虾红素是一种类胡萝卜素，但是它比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的抗氧化能力还要多数十倍到数百倍，所以它对于我们皮肤细胞的保护作用是很好的。南极磷虾是一种状似小虾的甲壳类，分布在天然无污染的南极海域。品牌的独家大型破冰船队前往南极零污染冰融极区，以 FOS 环保生态捕捞技术，并谨守1%的捕捞上限，在不伤害南极磷虾的情况下进行捕捞作业。由于磷脂质成分和虾红素容易在萃取过程中被破坏，科学家们研发新萃取技术，将稀有珍贵的磷虾捕捞后迅速在船上新鲜萃取，使用高科技多重净化低温分馏，再进行专业酵素制成，独特萃取技术完整保留磷虾的活性成分，再将杂质滤除，并即刻低温冷藏，全程控管压力与温度，保留纯净营养。通常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平常摄取鱼类海鲜这一类产品比较少的人，或者说工作压力大，比较常熬夜，然后考试压力大的学生，甚至说上了年纪的年长的族群，都可以使用虾红素。世界级规范层层把关，可补充体力，灵感过程。同时品牌金家贝鉴产品也通过欧盟法规专业检验，不含重金属、带奥辛有害物质，不添加防腐剂，健康有活力，坚持将高品质的优质产品带给消费者。